干啥去？媳妇，你咋起这么早了？俺不想干了，俺回家去。你身上背的啥？没啥呀。这俺的行李，俺实在这受不了了，俺必须回。你现在回去也是饿死，到处都没粮食，你在这儿干活还能管你饭吃？俺实话告诉你们，俺这就是粮食。 这点粮食俺拿回家省着吃，能吃好久的。你确定这是粮食？这不是粮食，这个是啥？这可是俺从仓库。这是俺们的炸药。啥？炸药？俺长这么大，俺粮食和炸药俺还分不清楚。你不信自己打开看看。你还不信？俺就打开给你看。是。 休学停了，是为重新调整方案。咱们都把炸药都清点归置一下，俺让水王去取炸药了。咱们都做好准备，一旦复工，立马就能干。好，哥，不好了，昨天我放仓库那炸药袋子找不着了。啥样袋子？深灰色的，刚开始俺以为放错地方了，结果找半天没找着。是不是被人偷了？俺也不知道。三十六计，你懂吗？ 我来给你一个釜底抽薪。肯定是大主任。原来这就是他的釜底抽薪啊！他偷炸药干啥呀？还不是先前因为爆破侦察房子的事儿，天天找。俺今天早上还在大王城村口遇见他，他就说有办法让咱炸不了山。哥，八成就是他干的。熊，叫俺南突击队的，赶紧去把炸药要回来。走。 这事儿要是被突击队知道，你少不了一顿揍。你现在还回去，俺就不和别人说。你可拉倒吧！你是铁姑娘队队长，就凭你和水王的关系，你也不可能向俺说话呀。俺知道你心里憋着气，你现在也走不了了，指不定以后还能再干啥坏事。 还能干啥坏事？俺就是不想在这干活了。你平时让俺唱着小曲还行，工地上这苦，俺真是受不了了。只要你还回去，俺就相信你以后不会再干坏事。俺一个人，俺不敢。俺陪你一块儿，拿着。算数吗？算数。 那你不说啊？俺不说，走。从这儿，从这儿。进去干搜。都搜死记了。喂，你们干什么？给我出去！站着。石水生，你什么意思啊？你敢装什么傻？我怎么装傻了？你带着一帮人来我办公室。 你什么意思啊？俺劝你早点还回来啊，不然闹得你也不好看。我还什么呀我？别装了，赶紧把俺们的炸药还回来。炸药？你脑子被驴踢了吧？把炸药放办公室啊？那藏哪儿了？哼，我算是明白了，你们丢了炸药，就赖我头上了。赖？谁赖啊？俺看你才是想耍赖。 石水生，你说我偷了你们的炸药，证据呢？公安抓人都是讲证据的，你没凭没据，凭什么说我偷了炸药？再说了，你带了一帮人来我办公室搜查，你以为你是公安局的呀？你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人，就适合当无赖。哎，没凭没据，就你反对爆破，所以你才偷走俺的炸药，就是。 石水生，我警告你，现在你带着你的人给我退出去，否则你们休渠的事就等着歇着吧。
也行，但是炸药，您得给俺一个说法。走。 快点走！哎呀，俺都给你送回来，还说？这还有人呢，还不回去了？这这么早就有人了？这咋办呀？这样，放火房去，那才行。放火房有火，一点火，大家还不都炸上天？ 哎呀，俺就不别急，你让俺想想。这样，放大家平常吃饭的桌子底下去。行，走啊！那听你的。快点吧。人呢？我听说林县的气势汹汹的来了，就那个水生，人呢？被我骂走了。行，臧红，够了。 这不行，这么严重的问题，我要上报县委刘书记，跟他们林杰书记讲理去。对，不能便宜了那小子，再攒着一亩三分地，他还敢嚣张？严书记，王大队，算了吧，也不怪他们。炸药找不着，他们也是着急。再着急，也不能这样欺负你。桑红妹子，这事儿咱不能忍，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对，当然就不能这么算了。那个石水深得跟我道歉。 我们大王屯公社，每个人轮流盯着他，一天不跟我道歉，一天不能报铺作业。对。石生哥，石生哥，你咋了？喊你都听不见，干啥去啊？真是邪了门了！工地上一袋炸药，平白无故没了，俺得赶紧找找去。哎，石生哥，是不是这么大一个袋子？ 啊，差不多这么大。啊，俺来的时候碰见晃悠了，他跟俺说工地食堂桌子底下有一袋，也不知道是啥，会不会是炸药？要不你看看去。啊，那赶紧去看看去。好。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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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救命啊！救命啊！叔，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水旺，你是咋弄的呀？哎呀，哎，叔，俺就是闲不住，想着过来干点啥，结果这石头是活的，就把俺砸了。桑红，又是这俩人，先救人。哎呀，别管了，刚才他还诬陷你呢。 先不管了，救人要紧。救人！快下去把那个石头搬起来。哎，帮帮啊！小心点啊！没事吧？送卫生院看看。不行。好，把他送到卫生院去，慢点啊！小心点，扶着他点。 医生，这个咋办啊？还是得回去休养一段时间。我给他开点药。这个药费……用俺帮你找不？不用。
坐，啊，你坐。坐呀！啊！秀芳，把炸药的事都告诉俺了。咋了你？起来，起来，起来！这可是大功一件呀！啊！ 没啥，没啥，这都是俺应该做的，应该的。要不是你俩找到了炸药，俺跟大主人误会可就大了。你这个狼魔家属，觉悟高啊！啊！<笑>那是，俺得发扬俺叔的精神吧。<笑>怎么了？又来找事儿啊？ 我这儿可没炸药啊！对不起，俺之前误会你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原谅俺吧。我可不是你说的那种人，都是俺这张破嘴惹的祸，俺替你揍他。你要是还觉着不解气，你自己揍他。行了行了行了，还真打你不成啊？ 以后别再冤枉好人了。是，大主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大主人，不仅人好，心还善。哎，别别别，我可受不住你的鞠躬。还要感谢大主人救了俺弟。行，你去照顾你弟吧。行，谢谢大主人，谢谢。 那俺去俺弟那儿了。好，就是这样一个方程式。池水生，你到底要不要修渠啊？要啊。那我不是刚刚讲完吗？你咋还能不会呢？你看看你弟，池水王今天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啊！一上午都是认认真真的听讲。 水王，给你哥讲讲。俺也不会。<笑>你说什么？你不是一直听着吗？俺是一直听了，但是俺也没听懂呀。行了，水王，你不用听我课了，你下午去听冯老师的课去。凭啥呀？你说凭啥？今天教给大家的是引章入林的几个重要地名，大家跟着我一起念。 曲首，河口，穆家庄，坟头岭，这几个地名啊，关系到我们整个修渠的最最重要的几个地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水旺，你怎么来了？吴念祖讲的课俺听不懂，他让俺来上你的课。你坐吧。 还有一个关键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现在每个人手里是不是有一支笔和一个本子呀？哎，爹，嗯，吃个苹果，可甜了。俺不爱吃，你就这吃吧。啊，爹。啊。 为啥要护墙啊？哎呀，他们这个炸山呢，地都跟着晃了。我把他补补，省咱哪天啊跟老七家一样，一下给塌了。姐，你今天咋这么高兴啊？就是啊，今儿是咋了？这么高兴啊？水深那个犟驴啊，居然和我道歉。水深跟你道歉？他要打西边出来了。真的？ 你看，我就一直说嘛，水生这个孩子呀，人不错。道个歉，人就不错了。啊，对呀，道个歉就这么高兴，你不会对他有意思了吧？胡说什么呢？我发誓啊，什么都没有。哎，老李。
我现在吧，有点想明白了。就这个备荒备粮的事儿，要不破的话，就咱这工程得永远耗在这儿。你有什么办法？我在想，要不明天这个会，我发个言。不行，那你不把咱们这个引张竹林工程当成靶子让别人打吗？你看我这么想啊，哎，修渠引水，对吧？是真真正正为人民做好事儿，为临县人民着想。哎，我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怎么能把啊？就这靶子，谁能打得动？来，给我拿笔和纸来。这段时间啊，大家的进步啊非常大，值得表扬。回去之后呢，每个人啊没事的时候多看看小本本上记的，多复习复习，多练一练，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下课。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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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念祖，你怎么来了？冯老师，我是真羡慕你们上课的氛围啊。怎么了？上课遇到困难了？我们那个班啊，我觉得大家都对修渠这件事儿不当回事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我上课的时候，大家要么在睡觉，要么在打哈欠。你知道是为什么吗？那就是不想听呗。你应该换个角度去想啊！你看啊，这些工人们很多都没有这种文化水平的基础，最多啊只是念过几年小学就回家了。可是，应该有的上课的样子得有吧？念祖，咱们换个角度考虑一下，一个小学水平的人突然让他们接触这么难的水利知识，肯定会头疼，对不对？如果换作是我，我在课堂上也容易犯困，对吗？有时候啊，咱们想问题、考虑事情，不能太片面，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刚来的时候也跟你一样，我看到他们上课的时候没有记笔记的习惯，我在课上的时候也提醒过他们，可是好多人还是不听，我就有你类似的想法，我觉得他们不爱学。那其实呢？其实是我误会他们了，你想想。他们平时在工地里干活，手上啊憋的都是口子，又不懂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双手，看着都让我心疼。说实话，平时啊握个铁锹啊钢钎还可以，一让他们拿笔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握笔。你说的对，他们也想学，也想学好，可是很多事情啊不能急于求成，懂吗？你得好好的关心他们。我知道了，冯老师，谢谢你。加油，有人行。那我先去忙了。嗯。哎呀，这次时间实在是太紧了，那个我得赶回去啊，给孩子们上课呢。哎呀，嫂子，你千万别这么说，你都帮了大忙了，这大伙儿啊都舍不得你走。我也舍不得你们。哦，对了，这个本子啊，我抄了一些吴念祖设计图上的一些字，拼音我都标注好了。没事儿，让他们多学学。嫂子，你真是太细心了。放心吧，走，我送你。哎，不用了，你这么忙，我自己去就行。大伙儿回去吧，你也回去。好，行，再见啊，小子。嫂子，慢点。哎，再见，再见。注意安全啊。在临县，十年久旱。缺水是导致灾荒的主要原因，如果在临县境内因地制宜地执行备战备荒，那就需要我们先从水上做文章，先从水上打开缺口。在临县，最大的备战备荒工程已经展开了，那就是我们正在实施的临县引张入林工程。结合实际情况，我们提出分批培训、分段施工，不仅不是劳民伤财，反而是遵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兴修水利的伟大指示的一项开拓性的创举，是发挥
临县劳动人民智慧，凝聚临县人民向心力、凝聚力的伟大举措，更是从长远考虑的创造性的备荒渡灾计划。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明阳，林杰呢？走了已经。这个林杰呀。所以呢，这个地方啊，最主要的就是弄清它的坡度是多少。下课吧。下课了。哎，欢迎欢迎。哎，打牌去，打牌去。走走，打牌去，打牌去。打牌去，你们给我站住！打牌就能把水给引过来啊？你们一个个不好好听，能什么时候把水引过来啊？念祖哥，念祖哥，你别生气，俺跟秀芳这不是都好好听课吗？有什么不懂的，俺们就问你。就你们两个听课有什么用？以后你也不用再来问我问题，省得我心烦。吴金水，你咋还急了呢？沈莲一直都是最认真的。我是替你们着急啊！你们当初喊口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能，现在要去引水了，你们不懂技术，不懂技术就永远也引不来水啊！哼，你懂，你懂，你自己倒是干出一条渠来啊！什么？你跟我们发什么火啊？哎，大伙儿别激动，是咱们要上课的呀。哥，你咋像他说话呢？俺看他就是属狗的，爱咬人。对，说的是。哥。我算是弄明白了，就靠你们，永远是在浪费时间。反正你们也不听我的，我老娘还在病床上躺着呢，我也不伺候你们了。这咋跟三岁小孩似的？说翻脸就翻脸。咱要不跟他好好说说吧？都在气头上呢，咋说呀？他还真能说不干就不干了。消消气儿就好了。咱们大伙儿打牌去吧，走、啊。站站站，都打俺窝棚啊！都打俺窝棚，继续。乔大姐。哎，水莲，念祖哥呢？我没看见他呀。上午倒是看到他多拿几个窝窝头走了。多拿几个窝头？啊？怎么了？他们已经不需要我了。他们也没有人听我说话，不停的有人砸坏渠底，挖坏渠线。我给他们培训。也没有人上心啊！我真是要疯了，我真是。那叫一走了之啊，啊，那叫撂挑子呀！你是总工程师，成千上万的人我都交给你了，哎，你这么一走，你觉得合适吗？我尽力了。你尽力了，吴念祖，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尽力了。你尽力了吗？你摸着胸脯说你尽力了吗？你是放弃了，对吗？啊？因为遇到一点困难，你觉得这渠修不好了，你就想跑，跑了以后你可以说这渠修坏了，跟我吴念祖没关系，对不对？而且我还知道你现在心里边想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工地上所有的人都特别愚蠢？你觉得我也很愚蠢，甚至你觉得当初咱们说的愚公移山也很愚蠢，我说的对不对？我不觉得愚公移山愚蠢，我是觉得大家这么瞎干，十万个愚公也移不开山。林书记，你有没有想过，到时候渠修好了，水还是过不来怎么办呢？
你给我说具体点，怎么可能呢？渠都修好了，水流不过来。照现在这样，没有章法的施工，这条渠质量根本就没法保证。到时候坍塌了怎么办？淤堵了怎么办？渗漏了又怎么办？这条渠它到时候它就是条废渠。我不希望做那个给大家希望又让大家失望的人呢。你说了半天都是施工的方案，对吧？施工方案可以调整，跟我说咱们可以随时调整，但是你不能走啊。那你告诉我，现在工地上天天都出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哎呀，你先坐这儿。我跟你说句心里话，现在工地上天天出错，是因为我，是因为我这个县委书记，是我当初想的太简单了。我觉得修条渠嘛，只要多上人，用不了几个月就把渠给修通了。我这整天毛毛躁躁的，沉不住气，那下边的人肯定也毛毛躁躁的，沉不住气呀。李书记，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这个意思，我反省了，真的是我的问题，我有原因。但是你呢，啊，你这人很聪明，但是你缺少智慧。我说你聪明，是因为水利工程这方面你是专家，但是智慧呢？我说的智慧，忍耐，你有吗？你从来不心平气和吧？你的坚持呢？你是总工程师，是主帅，你带领着成千上万的人，光聪明不行，还得有智慧。哎，我当初说的愚公移山，那就是大智慧。反正我记得当初我答应过你，我说你留下来，只要我做的事情我一定把它做好，我该做的我一定能做到。我记得当初你也说呀，你说只要我做到了，你就跟着我，义无反顾地把这条渠修通了。我留你太多回了，这次啊，你自己选择，到底是留还是走。上哪儿啊？这是啊！哼！让我们欢迎吴念总同志，归队。小吴同志，修渠不是儿戏，你说走就走，现在工地成了烂摊子，大伙都要撤吗？我不走了，引水不成功我绝不下山。什么话都让你说了，你拿什么证明？我拿我的生命证明，我要在这个修渠的战场上战斗到底。好，对下一步的工作调整一下工作的方案。原来呢咱们是全线展开速战速决，但现在呢咱们要缩短战线，逐个击破。这样的好处呢，就是说人员物资都有保障，同时呢咱们的领导力量还有技术力量也都能跟得上啊。大家伙心里有个数啊。这样挺好，这一个巴掌是五个手指头，
这要是攥成拳头呢，那就比分开了要有力量多。哎，年总，你跟大家伙说说下一步的工作怎么安排。好，引漳入林工程啊将分为四期，第一期呢从曲首到河口，二期是从河口到穆家庄，三期是从穆家庄到南古洞，四期是从南古洞到坟头岭。我是想啊，咱们得抓紧时间集中力量，把这个在山西段的曲首工程赶紧完成了，争取啊在雨季之前合龙拦水坝。那要是还有人瞎赶进度咋办？我建议啊，哪个公社负责修哪一段渠线，就必须要在这段渠线上立碑雕饰，以保证以后的质量。那要是就是有民工看不懂图纸怎么办？小吴，那个你跟舰长说说，这种情况发生了应该怎么办？要不这样吧，我们技术部组成一个培训班，给大家做一下培训，一边学着一边干着，但是必须要保证以后的质量。嗯，那行，没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就散会啊。好。嗯，林书记，你还怪我吗？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怪过你啊？啊，放开手脚大胆干，天塌下来我都替你撑着。哎，走。水旺，念祖不容易，为了这个工程头发都快急白了，你别老跟他对着干了。哎，哥，他整天高高在上的，你这不行那也不行，有啥不容易的呀？哎，对呀，他一天到晚的摆着张臭脸，给谁看呀？他就是摆这张臭脸给谁看的也不知道。有啥好笑的？他挑刺也是为了咱们呢。哎，大海，我发现你怎么为他说话了？你现在和水生在同一战线上了？谁有理俺跟谁统一战线。他看起来挺冷的，但是他的心跟咱大家一样都是热的，他就是不说。没错，大海哥说的对，人念祖哥是沙州人，那地儿根本就不缺水，可他为了修渠，为了让咱们临县人能喝上水，付出多少。所以啊，咱们明天就主动的去干点啥，让人家也知道咱们的态度啊。赶紧，走。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念祖，俺们跟你道个歉，之前是俺们误会你，以后俺们都听你的。嗯，对，嗯，对，对，你是为了修渠，也是为了俺们，俺们都知道了。是啊，吴技术员，你答应过俺们要把水引到临县，俺们信你。要是水引不到临县，俺们就不回家。你要是真的原谅俺们，就把这窝头吃了。哎，吃。吃吧，
这么多窝窝头，你们是想撑死我是不是？哎，晃悠晃悠，给吴静源唱个高兴点的，让他呀开心开心。好嘞。吴静源真是好，窝窝头多的吃不了，分上几个给晃悠，引张入林准能搞好，引张入林准能搞好。谢谢大家，谢谢大伙儿。其实上次我也做的不太好，有出言不逊的地方，大家都担待。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咱们齐心协力，同甘共苦，争取早一天把水引到咱们临县去，好不好？好。这阵子呀，我老想小吴的话，他说如果咱们不注重工程质量，着急赶工的话，很有可能就把这条渠修成一个废渠。这都赖我呀。哎，你说当初我说上个七八万人啊，大干一百天就能把这渠给修成了，你说我啥想？我是太着急了。老林啊，是你想多了，不怪你，是咱们群众啊太热情了。这修错的咱不是也改过来了吗？等这渠啊修成了，这水啊保准能引过来，这叫啊，这叫渠成水到，是水到渠成。哎，先有渠后有水。哎，我老觉得啊，就咱们那个引张入林工程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名字呀？对呀，有个名字好，这样是个提醒也是个激励。林书记有什么想法？哎，我就琢磨着啊，你看看这满山遍野的红旗啊，要不然咱这条渠就叫红旗渠啊。红旗渠，红旗渠也就预示着呢，咱们要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临县建成咱们中国最美丽的山区。红旗渠，好，这名字好，听着带劲儿，大伙儿肯定喜欢。那定了啊，就叫红旗渠了。好，红旗渠，记着。决定了啊，咱们呀把这个指挥部从盘阳搬到这个渠首去，这样呢无论有什么问题咱们能够及时发现，及时讨论，还能及时解决。嗯，还有我想啊，既然咱们这红旗渠是分段施工，那咱们修好一段以后呢就让它通水，这样一来呢能够检测咱们工程的质量，同时这老百姓见着水了肯定高兴，能够增大人民群众对引张入林的信心。行，我马上安排指挥部搬迁。对，搬迁啊。黎明阳同志，哎，
还能坐着车去工地，这我没想到。方书记，这个啊也是老林提出来的，渠线到哪儿，路就修到哪儿，这样方便后勤补给，炸渠线留下来的废石也都能物尽其用了。嗯，这主意不错。这省委会议刚结束啊，方书记就着急跑到临县来引张入林，省里对咱们还是捏着一把呀。老童啊，你刚从工地回来，你给我讲讲那工地到底咋样了。这心气儿嘛还是挺高，但是工作啊谁也说不准，但愿调整施工方案以后工地不再出问题。至少现在叫这个红旗渠嘛，我觉得挺好，提劲儿。